虫玩具。神秘四奥的粉丝们集合了，小伙伴们，今年奥特曼卡第一波终于更新了。首先新鲜出炉的就是我们的经典版，这次在第29单中一共有两个看点，第一呢就是神秘四奥的 SSR 卡，第二呢还是神秘四奥的 SSR 卡。对，你们没有听错，这一款卡最大的看点就是神秘四奥的卡片，我们赶快来拆包吧。这一款呀连外包装都这么帅气，哇，我都有点舍不得拆了呢。不过为了好卡，咱们先拆第一包看看，不知道这里面究竟会不会有好卡。先来看第一张，第一张普普通通，没有什么特别的，一张普通的二卡，这个是泰迦奥特曼的二卡。什么呀，这些怎么都是二卡呀？哦，来了一张 S 二卡，是查克奥特曼的，它的攻击值95000，防御值99000，防御值比较厉害。再继续来看，又到了二卡环节，再来看最后一张，不会还是二卡吧？天哪，合着这一包就开出了一个 SR 卡，不过还是不错的，我们先把 SR 卡留下来。接着拆第二包，这些都是废卡，不过怎么这么多怪兽的卡片呀？出现了一张 SR 卡，我们来看看是谁的，格罗布奥特曼。他的攻击值85000，防御值也是85000，还挺平衡的嘛。继续来看，剩下的全部都是阿卡了。这一包卡片又拆出了一张 S 阿卡，咱们继续。卡内贡普通的阿卡，金古桥又是怪兽，天哪，怎么这么多怪兽？来了来了，他来了，这个是一张奥特曼的 S 阿卡，是泽塔奥特曼的原始形态。泽塔奥特曼，阿尔法装甲，攻击值有83000，防御值有84000，怎么觉得他们的攻击值和防御值越来越低了呀？剩下的也全部都是阿卡。接着拆第四包，超级之盾死莲，你别看它是一张普通的阿卡，不过还挺帅气的呢。废卡，这些全部都是废卡。来了，这是一个怪兽的 S 阿卡，利多利亚斯。它的攻击值有86000，防御值有84000，跟刚刚的泽塔奥特曼对比来说，那这个怪兽完胜呀。再来看剩下的，全部都是普通的阿卡。继续，我们已经拆到第五包了。哇，这个长得好像斑马呀，它身上的花纹和斑马的一模一样，怎么回事？最近流行这个花纹吗？哦，这个比较特别耶，这个也虽然也是一张 S 阿卡，不过是对战的卡片，是风马奥特曼对战托雷基亚奥特曼，怎么样，是不是很酷呀？这又有一张重复的卡片，怎么重复了两张？怎么重复了三张呀？不如这样，小伙伴们赶紧点击小爱心，果果姐姐抽一个小朋友把他们全送出去了。第六包走起，简直拆到手软呀，太喜欢拆卡片了。这是一张二卡 EX 哥莫拉，这个哥莫拉还是很厉害的，你们看他的攻击值和防御值就能知道了。泰迦奥特曼，哦，又是一张怪兽的 S 阿卡，格尔吉雷欧电。攻击值84000，防御值88000，我怎么觉得最近的小怪兽比奥特曼的防御值和攻击值卡厉害呀？达达，你好火呀！最后三张普通的阿卡，继续。废卡，又是达达，废卡，哦，这次比较不错，是我最喜欢的奥特曼梦比优斯奥特曼的 S 二卡。我
我觉得梦比优斯奥特曼还是很帅气的。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攻击值，有85000，防御值有84000，这个攻击值还是不错的哟。哇哦，这里还有一张雷德王的卡片，不过是一张二卡，剩下的全部都是二卡了。这样吧，我们再来拆最后一包，小伙伴们赶紧给我点点小爱心集邮器，这一次我们拆出一个 SS 二卡怎么样？哎呀，哦，大猩猩！继续来看，这些都是废卡。哦，托雷基亚奥特曼。攻击值87000，防御值80000。虽然它的攻击值很厉害，不过防御值就相对弱了一点点。再来看剩下的，全部都是普通的二卡啦。今天的卡片简直拆到手软，也太爽了！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。喜欢的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哟。下期你们想看果果姐姐拆什么样的卡片呢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哦。